许多年之后，我仍然可以回忆起这个场景。茫茫人海中，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多少呢？喜欢一个人，努力地走进他的世界，单色调的生活开始有了色彩。我们每个人从陌生开始，因为一件件小事儿，因为我们是我们。这一刻，我忽然相信了童话。